一个自恋狂，文字之神终于都降临啦！一个自恋狂，喺我嘅特命搜查对策室仓库入面嘅所有嘢都系我嘅，成个叛苦主义者咁啊！鲁文清正职原来系查案，请问你系咪真系警察嚟噶？踎喺仓底部门，仓务员唔系六系嘅成员，我批准你哋调查。同班二打六同伴，喂恶女热血仔，刘警官，你同我收声啊！做福尔摩斯，日日咬文嚼字。前辈有个字啊，解读啦。Bingo 啊！文字侦缉档案，星期五晚八点 ，Feel TV。